现在要不来一段灵吗？来了吗？不是，他们问题都很随意，可是到我这就是展现性格的。就是他们很好奇，对，结果是不是合理？下次我直接这样撕开衣服好不好？给我一件 T 恤。下次这样，我直接准备一件 T 恤，再剪个口子，先唱到一半，来，再唱到一半。啊，你别别，大家。期待期待期待，那博老师。